连山甲基有那传出讲有爬山意外，这是有山友伫花莲的山区，那亲像这高山症发作啊，出动了空勤直升机该载落山，赶紧送病医急救。另外有山友讲那亲像伫这啊南投的山区来跋落山坎，即马嘛等在抢救。前面人家小连山传出爬山意外，一个姓李的查甫人，初二那像因为高山症出现气管水的情形。消防人员接到通报，初三透早由空勤直升机该载入山急救。碍于天候和地形的因素，无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，我们立即请求直升机来进行空中救援的任务。那直升机顺利在今天7:13的时候，将患者顺利救起，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来进行救治。在桃园有一个登山队，拢总11个人，连假去爬甘道半山，其中一个姓张的队员阿敖，那像跋落山坎。其他的队员赶紧报案找救援。昨天早上呢，就派遣了4名消防人员以及2位林务局的义兄呢，总共6人搭直升机前往来搜索，下切到这个断崖底下来做一个扩大的一个搜索。因为港队的山友表示，这个姓张的队员在失去联络之前，那像身体不爽快，行较慢，消防人员要持续在搜救，别放弃任何希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